欢迎收听安全上路停看听。啊，这个移到这边，接下来要移啊。哎呦，啊，对不起啊，撞到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要看路，不要看手机啦。啊，好，我知道啦。哎，然后这个啊，这样就对了。哎，小姐，你走快一点好不好啊？哦，不要边走边玩手机啦。好，知道了。然后耶，我终于过关了。哇，我知道，不要边走边玩手机。右路人请注意，走路滑手机是很危险的事，时常有行人过马路滑手机被车撞的事件发生。为了右路人的安全，现有立委提案修法，建议行人在斑马线上当低头族罚300元。此草案已通过立法院一读，还在审查中。为了生命安全，建议民众过马路时注意车况，不要再滑手机了。提醒您详细了解交通规则，平安出行，护己又利人。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及公路总局提供。